他们是买这个的吗？他们快去买对不对？他要想要买蓝色的。啊？嗯？这个三纯，我挺多钱，三十一，OK了，买两个。拿过来，那边是有去排队先，不用排队的，他现在有自动给钱的，你自己去那边 scan 就可以了。他妈的，那个鸡一大堆摆出那边，他妈的排队。人家这边给你拿呀，你哄他吗？这毛萝卜嘞？反正你都封顶了。啊，下架是？不可以了，他们是用。哎呀，你看，哎，来，你踹过你啊？
这边里面好像还可以，以后按以后在里面吧。刚才我这些麻烦都在里面买了，后面了，出来装。这样子来给些几十件，妈的，我还蛮排队。